今天要来分享高坑大华山观止从二行馆。哦，这样呢，公园看去就是拢夜景啊呢。即马来去看看房间内底的设施。哦，这房间真那大间啊！哦，我阁看出去，阁有一个夜景呢。这是用早餐的所在。你头前遐阁有一个特别的包厢。开水。好，多谢哈，我都是开水。大明虾啦，大明虾另外叫多少？是美国 Prime 等级的牛排。哦，对。哦，来一份。哦，我们保定。在大嘞。大王，大王做到。我们保定的最爱。好，我们会帮你分。Prime 是美国农业部的牛排分类，这个就是上盖好 ，Best of Best。这边叫做干贝芦笋炒油果。其实今仔夜的菜色是特别为人客做的。啊，餐厅内底的菜单敢有？唔知。哦，当地的苦茶油来做苦茶油鸡哦。这是用在地的烤地油来去做的烤地油鸡。对，玉千虎皮卷呐、啊。哥，好贵哦。好贵哦。嗯。玉千虎皮卷这边真正是非常的台湾式的台湾菜。接下来这边是用着砂锅来煮高汤。然后将着新鲜的沙司米，甲放入去高锅锅内底涮一涮，安尼就真好食咯。简单就是复杂。困了一暗，来看伊即时的环境。这么大的草坡，若是来进行室外婚礼，一定是真迷人吧？原来会馆另外一边阁有一大栋。好，伫遮休困了一暗，过工准备搁要来去别个所在佚佗咯。